啊，大家好，我是 Mr. Wu 啊，鱿鱼先生本尊。那么今天我来到 JL 这边，我是从JB 过来的。那么我们公司32年了。好，来，现在介绍一款鱿鱼啊，这款鱿鱼啊，看到吗？现在它网传啊 ，Facebook 上面讲的是就是龙肉，红烧龙肉，它是深海鱿鱼来的。好，海龙王啊，它原本是深海的，所以它有一个名称叫做龙肉啊。现在整个 market 在找的就是这个。然后它这个头鱼它是原汁原味的，一样一样鲍鱼。我们可以这样子就也可以拿来加料或者炒饭啊，或者加面啊。我们可以放下去增加那个味道。那佛跳墙就是用这个来熬它的早餐的。那么这个呢，就是鱼里面是最香的了，最传统的，因为大家最喜欢的，它是蜜糖很辣，但是它不是很辣那种啊。一般人小孩子、老人家都可以接受，因为它口感比较软。那么在下面这款呢，它是加辣的，因为有些人啊，它是口感比较重的，但是他们要配酒啊，他们就会拿就会选择这一个。那么你看到我右手边这个呢，最搭配的啊，有人就是龙舌啊，它这个是叫 roasted 的，就是烧烤过的，他们烧过的。那么这一款呢，因为他们是最喜欢是拿来配酒的，送酒的。那个烈酒呢，你需要激发它功能，还有路易斯汀啊，如果家里有，你就不可能搬出来。就是这一款。那么如果是女孩子方面呢，他们喜欢喝红酒啊，喝比较清淡的、那个酒。那么就是这个，他们这个日本女医师，其实呢，这个女医它本身女医生末了，已经被剥掉了。那么这个全部啊，里面呢、都是那个白胡椒的，所以感觉上白白好像不辣，其实里面这个鱼已经最辣是这一款。好，那么还有这一款，它有一点带红了，因为它的皮都还在。好了吗？这个很多人就是鲍鱼吃的，它跟鲍鱼一样味道的。这个是很多人喜欢的，就小孩子啊，大人都很喜欢。那么这个管理图的呢，每个东西都很喜欢，但是每个都讲不敢买。但是我这边是最香的，因为每个是怕扫地而已啊。其实每个都是最喜欢吃的，难度很高的。这是市场上最受欢迎的。那么我们鱼这一款，就是我们的 superstar 来的。你在新加坡买这一包是69.9，我们在这里卖呢，一卖就卖50而已。但是今天才卖35块，3包卖100块，这个才是重点。